由刘俊杰导演执导，孙怡、钟汉良、马千语等主演的电视剧《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》正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热播。该剧播出一周就收获14广收视破1的好成绩。随着剧情的发展，孙怡饰演的江生因为程天恩出现，彻底打乱了原本平静的生活。在初尝大学生活的美好中，父母不幸去世，哥哥意外受伤失忆，身份转变等等，造成江生被迫休学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。四年后，江生再次回归，不同于之前学生时期的青春率性，长发微卷的造型显得成熟优雅。在曝光的预告中，天生夫妇再次重逢，而令人心疼的双生兄妹却在机场错过。江生此次变身花艺师，圆梦成功，而网友最关心的撒糖当面似乎也能在接下来的剧情里得到答案。四年前火车站的告白没有得到答案，四年后天生夫妇是否能够继续撒糖确定恋爱关系，哥哥梁生能否再次想起江生，千恩面对江生的回归又将预谋什么事情。更多精彩敬请期待。